有趣呢，我很快就要迎来完结的最后一期了。12月4日，实习爸爸邓伦接受了媒体线上群访。在群访中，邓伦透露跟一群可爱的萌娃们相处之后，自己都产生了生小孩的冲动。不过邓爸比，生娃之前你首先要有女票啊。而谈及是否会推荐小山竹接戏的问题时，邓伦则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表示，这个年龄阶段的小山竹正应该是玩的时候，不希望小朋友过度消费自己。三观如此正，给邓爸比点赞。我现在暂时一定不会推荐小山竹去拍戏啊或者是干嘛的。这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我的关键是我认为他现在可能还真的不到那个时候，也不到那个年纪。我觉得他现在这么小，正是应该玩的时候，然后学习更多新鲜事物的时候，而不是去拍戏去过度的消费。在节目中，做饭是让爸爸们非常头疼的问题。不过邓伦透露自己平时就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但因工作繁忙，长时间不做饭，手艺有些生疏，在节目中反而能练练手艺。当有记者问到是否会被小山竹的东北话带跑时，邓伦也是耿直答道，我是一个被东北话一带就跑的一个人。对，然后我闺女的东北话又那么标准，所以瞬间就被他给带跑了。我是一个被东北话一带就跑的一个人，对，然后我闺女的标准那个东北话又那么的标准，所以瞬间就被她给带跑偏了。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来看更多八卦猛料，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这世界很酷。